开心啊。哎呀，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手机。但大喜力时间里面的题目比较像是我真的想要有一个正确解答的那种感觉。对，麻烦先将大喜力扬起来，太酷了吧！啊，真正的大喜力时间了。对，哇，开心，开心啊！看起来比较紧张哎，很紧张是吧？紧张，很紧张。为什么？对啊，因为对面坐了两位我们的偶像啊。对啊，怎么办？马克跟玛丽啊。他们平常在他们的节目就会玩大喜力了，对，也是因为你们才开始玩的、啊，玩卡越来越高了，对啊，完蛋了。那、啊、最喜欢谁的大喜力？哇，你讲今天干嘛？哇，这是很有自信拉分哎，每一集都略有差异。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出题的特色是吧？就是有一个人很爱讲名字的谐音梗，木森，对，是啊，他是老艺人啊，所以谐音梗就是他专长。老人就是习惯这样，感觉就是色啊，对。阿亮哎，报告，什么意思？压到他的特色，那我一定是胖子了。是什么团体啊？好紧张哦，很紧张哎，对啊。来，因为你没事吧？因为马克先生出书了。这本呢是我们的第二部曲，《亲爱的马克玛丽》，上班难，做人更难，我该怎么办？第一本主要是要讲跟爱情有关的，对。那第二本呢，就是职场方面，所以很多是你在职场就觉得为什么不被重用啊，没有办法出头天啊，或者社会新鲜人不知道我该往哪里去的话，这个就推荐给你。哇，一定要看起来了。对，玛丽旁边，哎，也有一块小板板。发行的数位单曲《无敌星星》，欢迎大家可以点起来。各大单曲平台点起来。选在白色情人节上线有什么用意吗？就是想说送给另外一半的礼物。就是赶不及真正的2月14号情人节，哦、只好延了一个月。如果3月14号来不及，我就再七夕一下。情人节限定就对了。那因为以往都是直接从他们的信当中直接找大喜力时间了，我们这次也直接从书里面挑几题大喜力时间，我们就直接现场来啊，让我们看看看看我们其实是做不到的，叫做会冷场的大喜力啊。游戏规则：以马克信箱的观众投稿信为主题，出大喜力的题目，好笑就得分。进入期网之前 ，A 直男人生的新制作正在巡回中，你们看了没？来看看是哪一颗牙齿好不好？是这一颗吗？我没事，是。等一下，老板，我是真心不想干的，我是真心不想干的吗？还是不是真心想要干呢？还是不干的话没钱，干了才会有钱，那么把有钱又不要干呢？老板，请包养我。在书中呢，有一题就是我有梦想，我想当明星，我想当发热，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嘛？哦，毕竟工作跟梦想很难平衡。对，我们这个工作以前是我们的梦想，以前吗？对，我们有其他梦想了，现在。你现在干嘛？我现在要耍废。想要日自由啊！假日的时候可以周休二日啊！这个工作真的没问题吗？啊、我们是不是应该离职啊？好可怕哦！那我们大喜力的题目就是：这个人有明星梦吧？请问怎么发现的？好，来，阿亮，这个人有明星梦吧？请问怎么发现的？他会跑到华冈艺校的大门，然后大喊：我要当明星！超脑的这个，两位看过吧？是针对他们的年龄来出的题的吗？哎，什么意思？测试一下这个水平啊！好，来，木森，这个人有明星梦吧？请问怎么发现的？这个银行专员在叫号的时候会说：“下面一位，来下面一位，胡花，下面一位。”同学来，这个人有明星梦吧？请问怎么发现的？他开了一间卖粥的店，叫做周杰伦。真的有这个店啊？真的有这个店啊？来，耿贤，这个人有明星梦吧？请问怎么发现的？他最喜欢的歌是《无敌星星》。还有明星梦的，3月14号开始，最近发生的。来，木森，这个人有明星梦吧？请问怎么发现的？啊，出一本书叫《上班难，做明星更难》。真的好难啊！他也是在最近之后才开始。感觉这个人有明星梦吧？请问怎么发现？
见的。他很胆小，可是一直想要去试胆，因为他一直很想很想。他很胆小，可是一直想去试胆，因为他一直想喊啊，见鬼啦！哎，来，第二次机会。这个年纪都偏大哦。真的哎，年轻观众不知道你在干嘛啦。完蛋了，我们观众也不年轻了，其实。小薇，总监，这个人有明星梦吧？你怎么发现的？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因为他会说我不录了，我不录了。哎，每个全部都朝演艺圈主持大哥走哎。这个明星。不要再讲主持界大哥了，各位。换个方向，大哥没有被提过。目前讲了胡瓜、徐乃麟跟吴宗宪。莫森，这个人有明星梦吧？你怎么发现的？他为了想当国际巨星啊，他先把自己晒很黑之后再整形去漂白。Michael Jackson。逼嘞！那是写错了吧？哦，哎，对，写错了，这不拘小节。没有，这在我们家都还不算写错。耿贤。这个人有明星梦吧？你怎么发现的？因为他是我的大跟班，是吧？我的小明星大跟班，帮大家争取一下时间了。你弄笑董娟了。来，木森，这个人有明星梦吧？你怎么发现的？因为他得了大头症。很好笑。那就阿亮。啊，干，等一下。他有没有去了？哎，哇哇哇！到底是害人还是真的呢？这个眯眯眼，小眼睛。来，阿亮，这个人有明星。只要看到有人穿很长的红色裙子，就会想要去踩上去。变红毯，无聊啊！老演员，要我们到底在打什么？是看起来对呀、啊，我没有写字。来，总觉得这个人明星梦吧？你们怎么发现的？很喜欢走后门，不一定是明星吧？性癖也有可能。对啊，也是有可能。我在讲他是在说性癖。来，木森，这个人有明星梦吧？请问为什么？他每次去户政事务办事情的时候，他签名都会签这样。我真的看不懂哎。明星的签名。那木森的签名长怎样？哦，我的签名。他有好几种哎。完全看得懂。0000的。好，来阿亮，这个人有明星梦吧？请问怎么发现的？就是他去 KTV 唱歌是最准。哪种明星啊？在说谁啊？像是谁？像谁？最近的吗？讲出来。耿贤，这个人有明星梦吧？怎么发现的？就是他养的狗会取名叫狗仔。狗仔，狗仔一直跟着我。好崭新的说法、哦。狗仔，狗仔，那养好几只哎、欸。一只叫静周刊。阿亮，这个人有明星梦吧？怎么发现的？不知道哎、欸，看他睡觉的时候好像看到这个画面。我怎么看得到？读到他的梦了，好像在唱歌那样的。木森，这个人有明星梦吧？怎么发现的？他跑上阶梯，然后很喘的时候会这样。他的小手在摸他的心脏哎 ，Rain， 摆 pose 不是 Rain 啊，不像吗？木森，这个人有明星梦吧？请问怎么发现的？他会在他的车子上面贴保姆两字，保姆车，坐保姆车哦，只坐保姆车的人。好的，那么下一题呢是有一个来信，他是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柜台，然后那些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们都狗眼看人低，他觉得实在是太难过了。好的，那我们这题的题目就是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为什么？钱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为什么？那个他在肚子痛的时候会跟我说啊，不好意思，请问你有带钞票吗？带钞票，借卫生纸啊。平常都是用钞票的钞票。阿亮，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就他说他蛀牙，牙痛，然后去看牙医是拔金牙。浪费了，每一块都是金牙，都吐了八掉了。总觉得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每天叫他起床不是用闹钟，而是用音波雷射。他超痛，超痛。哦，好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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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他只是有点按了一下。觉得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很讨厌啊，买马克信箱的书还要杀价，超过分，超过分，真的太讨厌了。哎呀，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因为他很小气。木森，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打电话来，亮一声就挂掉。真的有这种人？很有钱的关系啦，有钱还这样。现在这种都是诈骗电话。阿亮，这样的
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因为他寄生在我的网飞会员里。他不是有钱人吗？然后他一直催我要缴钱。钱，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就是他很喜欢用钱打我的脸，但不会给我。最喜欢别人用钱打我脸了。怎样喜欢吗？啊？喜欢多一点，多一点。给我啊！就单纯打我而已。阿亮，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就是在玩大队接力的时候嘛，要接他的棒是接到钱。为什么要收买同队的人？对啊，是在给隔壁道的人吧。阿亮，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就他就做了挑染啊，红色、蓝色的挑染，仔细一看是1000人跟100人。很鲜艳。太穷，限制了我们想象。那应该花点钱让我们。让我们体验一下。雷木森，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他坐商务舱的时候会一直去后面经济舱巡视，然后说：“哇，你好挤，真辛苦。”好讨厌，要试了飞机是不是？辛苦辛苦。总觉得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1000元上面的小孩都是他的小孩。你想一下是谁啊？不知道为什么很讨厌的。我很好奇啊，董轩，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他的座右铭是人生最重要不是钱。太讨厌了，他有一堆耶，拥有了。可贤，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他家的墨都会自己动。为什么？有钱有钱能吃苦。董轩，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喜欢在麦当劳招牌旁边加 O N E Y， 不是穷人才会做事的。阿亮，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因为不管怎么跟他说，超爽的，捡到100块，他听不懂。超爽的，你觉得100块还好？为什么超爽的？胡森，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去夜市吃小吃啊，会一直说要开支票给你。谁要？麻烦多说，我觉得。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腋下臭。没事没事。等钱，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垃圾车来的时候会把旧钞票丢掉。哇，太有钱了吧！钞票已经旧掉了，要回收，只能要回收。钞票已经旧掉了。阿亮，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就是打水漂，他就50元。这个还是我们做得到的范围。但我不会这样做。感谢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魔术师问他说：“你心里想一个数字多少？”他都会想这个数字，他都会想这个数字。总觉得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小时候我们都在妈妈掌扣的时候，他说妈妈掌板扣，你丢掌板扣太多了吧？耿贤，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在床上讲那种情绪，说我要给你2亿，都是真的。超多，还一斤炒哦？怎么突然变单纯？耿贤，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说我要给你金子，真的金子。武三，这样的有钱人好讨厌，请问是为什么？说要给你黄金，但是他给你死。给我真打，你不是很有钱吗？好，因为我们的广播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点到3点，然后是一个现场的节目，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他们明明在上班，其实都会扣一打电话进来。我觉得他们都是薪水小偷，而且他们回音超大的，摆明就是在厕所在躲起来。就有这一题，真正的薪水小偷上班竟然在做这件事。来，董轩，真正的薪水小偷上班竟然在做这件事，勾结会计。真正的小偷，本钱，真正的薪水小偷上班竟然在做这件事，都要领月薪，但根本不是这里的员工。谁呀、啊？他干嘛来？还有办法发给他？太厉害了。阿亮，真正的薪水小偷上班竟然在做这件事，他会两人一组，他的朋友会去碰那个同事，然后另外一个人用刀割同事的包包。好直哦，真的小偷哎、欸，这是扒手。木森，真正的薪水小偷上班竟然在做这件事，他上班睡觉就算了，还在做明星梦。画得很好。阿亮，真正的薪水小偷上班居然在做这件事，他会一直去呛那些假的薪水小偷。你们只是听他们的信箱，没有不是真的薪水小偷，我是真正的。木森，真正的薪水小偷上班居然在做这件事，他上班的时候哎都会穿着。很明显，确实也不能说什么。真正的薪水小偷上班竟然在做这件事，他有开薪水小偷的订阅课程哦，真的教人家。耿贤，真正的薪水
小偷上班居然在做这件事。他上班的公事包长这样子。那刚刚同一个人吗？董璇，真正薪水小偷上班居然在做这件事。看他用手打电脑的时候，两只手是上铐。已经被逮捕了。本贤，真正薪水小偷上班居然在做这件事。他在快下班前的一分钟会变成起跑的姿势。一分钟没差吧？不能跑出任何人。玛丽，不是，他画得很精细，他也在琢磨一些很细的毛，就是他对毛特别敏感。木森，真正的薪水小偷上班居然在做这件事，还有第三只手，原来是毛的画手啊，手不好表达，因为怎么画都不像手。阿亮，真正的薪水小偷上班居然在做这件事，他从金库上方垂掉下来，不能让我阿方哥了，带背景音乐。本贤，真正薪水小偷上班竟然在做这件事。他在翘班的之前会留下一封翘班的预告信，怪到记得。木森，真正薪水小偷上班竟然在做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下班的时候他就会长这个样子。这是真的，三点多前带一点文具总的回去。今天非常开心来到面白，所以因为是出书嘛，那希望借用面白的知识跟智慧告诉我怎么样让书大卖呢？拜托了。今天大家提出的建议我们都努力做到，你会后悔。正比几书耶，他们对于畅销书是很有感触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出书嘛，对不对？对。来，董璇，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跟单曲一起宣传。成功了。自己先买100万本。那希望借用面白的知识跟智慧告诉我。阿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买书就送台积电的股票。哎呀，我们的确有做这件事情，而且书跟药都错了。台积电太方便了，各位。木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找三彩文化出版。已经成功了。本贤，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加上限量两个字。我们也有做这件事，有做。真正的顾问在这边。对，没错，他们是乱搞。董璇，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反正随便啦，就作者写个 J.K. 罗琳。完全抄袭，没错。木森，让书籍畅销的原因是什么？简单，买吧。哦。本贤，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跟大家说，你不买，一堆人等着要买的。你不干，外面一大堆人等着想干。阿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先让陈冠希看。有些潮牌啊，陈冠希穿过之后就会卖的。现在还是吗？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本贤，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每天都写，营业直到今天为止而已。101哦。阿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想办法成为中小学的教材。哦，真的，入职哦。没错，就跟那些做制服的店一样，这个可能要跟学校老师打好关系。就是像很多那个教材的业务，他们就要很努力去服务那些老师。对，服务是指真的服务，真的服务啊，帮老师评分啊，帮老师评分。阿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不好吃免钱，不好看免。钱，本贤，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给他一点肠胃散，就畅销。为什么？木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请老高推荐。实际，因为非常实际。阿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先在网络上放出哦，已经要完结的消息了。就是因为刚刚我们在讨论完毕。快买啊！本贤，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小说里面会提到猎人的结局。哇，好想知道啊！要买。里面只是写我也想知道猎人的结局。就算有提到。本贤，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打书的口号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好老派。本贤，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把书都放到夹娃娃机里面让大家夹。会不止夹一本。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里面在一些地方打上马赛克。好好奇哦。这边是到底什么啊？好好奇。木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书皮啊，要结合悠游卡的功能。太大本了吧，麻烦嘞。阿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这可能很多人就是想要买起来了，因为作者够适合。这个书就会真实。完了，这个。偏难做到。
当是最后的手段了，先不要用，不能乱用，这个不能，这一招不能乱用。一年相仿，一年用一次就好。我如果真的死掉，大家就知道是因为面白大丈夫，是因为面白大丈夫。阿亮。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请来一位日本的顾问，356。好老派哦。有的时候就需要丢一些这些垃圾出来嘛。母神，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请那个日本人啊来做这个一本正经。来耿贤，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在书店种几棵六本木。开始找日本的路线。哎呦，玛丽。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抽到5个错字就可以跟董轩抱抱。我有要吗？如果是董轩的话，不一定。写错人。来，董轩，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买一本就跟玛丽约会一天。哇，太忙了吧？这一定可以吧？买到手去买得到吗？现在买不到了吗？我先买。莫莫讲。莫莫讲。来，阿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去报名 open mic 然后朗读他。来，木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封面啊，一定会有一个图像设计。很认真的画，花了一点时间。木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请现在这个最红的啦啦队一立一书，立一休啊。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直接取名叫畅销书。卖几本都是畅销书。首先，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跟 Surfshark VPN 一起宣传。大卖。广告费砸很多。我先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取名叫舒畅。舒畅是一个人。我知道他姓苏吧？对。哦，对嘛，男生就会知道嘛。男生知道你们不知道的东西就是那个台湾的 AV 女优，台湾的，对，蛮高分的。阿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那就要敬他，真的，人类是犯罪，对，好，现在下架。马克，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在地震求生包当中。无聊啊！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在书局啊，看谁买了这本书，你就跟着他，然后把它偷走。明天带我去买一本。会吗？为什么笨吗？明天带我去买一本。来，阿亮，让书籍畅销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你先看完这本书之后，然后得到了启发，努力努力成为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之后啊，再大力的推荐。好漫长的过程，太麻烦了吧？要读个读几年？都是这本书让我这么厉害，我真的很希望有这样的读者，但是不能急啊。最后一题是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请问是什么信？哦，有吗？有你们不念的信吗？有假的，我们不念。可是判断真念到一半发现是假的，念到一半觉得就是逻辑不是太不通了，感觉是用编的。那会不会有人就平反说没有那个不是假的，是真的？就不好意思喽。好的，那我们最后一题的题目是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请问是什么？哦，哎，没有。哎，玛丽，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请问是什么？懂这个爱情故事。信绝对不会念，请问是什么？开头就说亲爱的超级玛丽。奇迹玛丽，这是奇迹了。连董轩都写错字。我森，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请问是什么？打开之后发现写泰文了。扫地咖，怎么气到那边的？编不出来。等先，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请问是什么信？他信的字让火烧才看到。好危险。阿亮，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请问是什么？要先决定要剪蓝色还是剪绿色。好きな色を切れ。おめえが切り終わるまでずっとここにいてやっからよ。好复杂，太大包了吧？超级危险。董轩，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请问是什么信？上面写着圣旨。圣旨的。那应该要念吧？好像会念。耿贤，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请问是什么？他开头写亲爱的马克丽丽。乌克丽丽，真可爱。我要写什么，我会写什么。真的吗？果然是 CP 啊！母森，马克信箱收到这种
信绝对不会念的是什么？法院寄来的传票。不想念，寄来干嘛？哎呦，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开头写的“你玛丽”，玛丽，太凶了吧？只有玛丽不会想念，马克没事。阿亮，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它的开头是在吗？真的是不会写，好气哟、哦，关你屁事啊！所有 IG 私讯写在吗？忙吗？嗨，马克，安安，我们都不会回。感谢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它的封面写这封信让马克、玛丽都惊呆了。标题浓上，莱姆森，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开头就写马克吐温你好。来了，用名字去做谐音梗，来了，他是老艺人啊。来，耿贤，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而且说，如果这封信不传给下一个人，就会不信。哇，以前的那个连锁现在还有吗？来，木森，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马的法克。开始攻击他们。走，无路了。阿亮，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他写的这三个字，我还是写错。哎，太难了吧？太难了吧！阿亮，国文老师念伤。我国文顶标哎。来，耿贤，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请问是什么？这封信装在塑胶袋里面，那个上面结超级难开。乌龟椅啊！像乌龟椅啊！我说，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请问是什么？收到这封信啊，叫迷信。开始了，开始了，不念迷信，破除迷信，烧毁。来，耿贤，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他一直说，我想把这封信交给你。交，高中生。阿亮，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这个好像不是信，也是《爱摩拉比法典》。看不懂的。耿贤，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他的信里面的文字是用报纸上剪下来给你。恐吓信啊！恐吓版啊！恐吓信不行吧？阿亮，马克信箱。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哦，因为他是用拉拉木佛也要你付运费。我讨厌有钱人。总监，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读到一半，一大堆插入式广告。拿不掉。所以我们才需要纸本真实的信。阿亮，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参考色。挑战性，一晋级的感觉。来哦，马克。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请你帮我照顾一下这只鸽子。没得谈。哎，董轩，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好不容易念到最后了，才出现 to be continued。哇！董轩，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会想念吧？真会想念的。可贤。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因为它是飘过来的，飘过来的一封信。好嘞，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因为那个人他是这样直接亲手拿给你的，然后他说哦，这个14天内要去各机关缴费。罚单。罚单。你能收到？我能收到。母神，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这封信不到危急的时候，绝对不要打开。锦囊哦。哎呦，马克。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这封信很香，然后里面有我女儿的照片，我女儿已经过世了。哇！你想要冥婚啊？董轩，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信？三彩文化寄来的销量不好的信。没有这种信，没有这种信。世界上没有这种信。董轩，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信？你看这信里面还有信，信里面还有信。俄罗斯娃娃。我没有这种信，真的，真的，对啊，一封再一封再一封，然后还有寄拼图来，就是我们要等他下一封才可以把它拼起来，之后好烦哦，他在玩游戏。阿亮，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这个信看完之后要给家长签名。考卷，人家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信的内容是二进制，好难哦。来，董轩，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刚被木森做过。有味道，都是屁味。阿亮，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
会念成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跟一堆蜈蚣泡在一起。要酒。好恶心哦！怎么这样子呢？烂烂的。哎呦哎呦哎呦！玛丽，玛丽，马克信箱抽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视力检查。怎么念啊？读完之后就可以知道你的视力。莱姆森，马克信箱抽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关键在不上去。不会啊，念完会功德加一耶。好了好了，阿亮，马克信箱抽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这不能说是信，只是艺术品，它刻在米上面。米雕。董轩，马克信箱抽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出现这种字。招财进宝。这个字要怎么念呢？还就直接叫招财进宝。是吗？这四字加写作一字，读作冒，甲冒着冒死的迄字冒同音。我说，马克信箱收到这种信，绝对不会念成是什么？寄来的信封啊，造型信封，长得。啊哟！你记得是骨头吧？是骨头，没错。有吗？没了，错在老二。可以把老二剪掉啊！把老二剪掉啊！把谁的？太可怕了吧！那就休了。大喜力时间很难耶，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个吗？但是大喜力时间的大喜力题目跟一般的大喜力不太一样，因为大喜力的题目有时候是有一些设计过的，但大喜力时间里面的题目比较像是我真的想要有一个正确解答的那种感觉。对，我其实刚刚没有听懂这一段，而且我其实也没听懂。你是想要说马克信箱玩的大喜力的时间跟我们平常在玩的大喜力是不一样，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表现如果不好的话是 OK 的。对，为什么？我接收到了。好的，这是我们的亲爱的马克玛丽马克信箱里面的听众来信集结成了，这是我们的第二集第二本书。第一本在讲的是感情，第二本呢在讲的是上班族社畜们的迷茫。我该转职吗？我该怎么样找兴趣呢？或是我要继续做这份工作吗？都在这里面，里面也有很多像是 QR code 啊，帮助你的一些问卷啊、量表啊，非常多的资源，欢迎你可以去试试看。Yeah. 这个就大家有空可以听一下，谢谢大家。来一段呢，清唱。对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哇，不要吧，不行了，不行了，不可以，不可以，不行，对对，是刚刚说要对嘴的那个。好，给大家卖个关子，我们去各大平台上面收听。OK， 没错没错，一起来。哇，那今天谢谢马克玛丽。每周四我们上完新的影片，谢谢大家，我们是六百多场播就是